爸爷爷，你看这大殿的柱子上还有龙呢。啊，这座大殿建成多少年了？还记得吗？建成已经快1000年了，是北宋时期建设的。啊，对，这可是我们的国宝啊。老爷爷，我们今天到那边去学吧，那边好看。不，那边以后再去，今天我们还去看铁人。老爷爷，我们今天学什么字呀？啊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耳朵的耳字。你们先看一看我的耳朵。老爷爷，您的耳朵怎么了？我是为让你们记住耳朵的形象。现在再来看看铁人的耳朵。这就是耳字，这外边的方框是耳朵的外部轮廓，里边的两横表示耳朵眼儿。因为人们的耳朵都是两个，两个是二，所以发音与1234的二相近，读耳，耳朵的耳，耳，耳朵的耳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个嘴里的字。嘴里还有字？有啊，你们注意看铁人的嘴。这个字念口，铁人的嘴也称作口，是因为人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张口大哭，哭口这两个字的声母相同，所以读作口，科偶口，口腔的口，口。每人的口里都长着牙齿，那什么叫牙，什么叫齿呢？牙就是牙齿，牙齿就是牙。你们只能算答对了一半。变，你们看后面的大牙也叫臼齿，它长得非常结实，我们要靠它的挤压来嚼碎食物，所以读音与挤压的压相似，但要读二声，牙，一牙，牙，牙齿的牙，牙。懂了吗？懂了。那门牙叫什么？准确地说应当叫齿，因为主要靠它们撕开扯开食物，然后进入口中咀嚼，所以读齿。这就是齿字，这上面的半个字念止，是扯的省略，下面是半个口，里面的人字是一颗门牙的样子，人们常说的口齿伶俐也是这个齿字。齿，牙齿的齿，齿。好了，下面要讲的是老爷爷，别讲了，该复习了。好，今天就换一个复习方法。什么方法？让铁人帮你们复习。只要你们连呼三声，铁人铁人帮帮我们，铁人就会把今天学过的字都变出来。真的？你们试试看呢。铁人铁人帮帮我们，铁人铁人帮帮我们，铁人铁人帮帮我们。孩子们，读出我脸上的字来。让我们念出他脸上的字来。孩子们看着我。耳，耳朵的耳。口，口腔的口。
齿的牙。齿，牙齿的齿。铁人，铁人，谢谢您了。铁人，铁人，谢谢您了。